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有谁呢？国义生日快乐！说你是个男孩，现在呢，你是一个尴尬的，要男孩不男孩，要男人不男人的一个很尴尬的阶段。我相信你会面临到自己很多的人生的课题，包括在事业上面。所以我要给你最大最大的生日祝福呢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在今年的生日可以得到一个很安定的稳定的心情，然后祝福你未来的事业、身体还有爱情都得意。我觉得李国义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憨，穿得好辣，很朴实，但是却有着内在老灵魂，然后非常我感谢他这个影片哦，很愉快的小姐。然后就是祝李国义今年生日快乐，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可以工作在很充实之余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交女朋友啊，然后多吃吃东西，过过生活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小哥，个性有点古怪的才子，个性蛮保护自己的吧。祝福他工作越来越顺利之外，身体健康。我也希望接下来他的人生可以试着活得轻松一点。所以我觉得他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在自由海中载浮载沉，谢谢你带领着我在自由的道路上一直成长。我朗读哎，天哪！想着我呢，还麻烦大家多多理性，多多照顾，多多提拔。三米光，三米光。祝我新婚的幸福小天李国义生日快乐哦！兄弟，李国义生日快乐！在现场看到你对于人物角色的付出还有专注，我觉得很骄傲，可以认识你。那希望你在生日之后都可以很平安、很顺利，然后赚大钱。今天是我们大帅哥刘川李国义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超快乐！他是成熟又沉稳的好男人。太特色。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是演员，不是偶像。听说生日快到了哎，哈，生日快乐！我觉得李国义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天才的男生，希望未来我们都可以一起加油，然后。能够再合作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嗨，国义，我是李仁，生日快乐。国义是我合作过年轻男演员里面呢非常有潜力，而且呢气质很好，而且非常认真的一位年轻的男生演员。那在去年，国义在电影已经有非常好的表现，那今年的电视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也有非常非常棒的演出。金钟奖最佳男配角。希望在新的一年呢，能够马到成功，并且顺利。真的。哇，这个囝哦，这么友好，而且呢又上进又努力，戏又演得这么的棒，人又这么的帅，生日快乐！祝福你的演艺事业呢能够红遍全世界。波比波比波比。一切，龙哥，真的哎，你不要对每件事太在意。我们最近有演国父吗？没有，他在演那个老板。哦，对，恭喜他今年有很好的演出，希望他一年一年有很好的演出，祝他生日快乐。Hello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当年有拥抱，然后一个礼拜年少高雄，当年有抱，那都让我很感动。感动的是你的认真，你的态度非常棒，就像阿木所讲的。一条路，一条路，红红的，相信着他们。有听到无？加油！